对，这条通通行。等一下。不要急啊。看稳了，看稳了，打了。别急啊，等他球到跟前，你他有一定距离引。等那个球到跟前再引他，稍微等一下，稍微等一下。不要那么急着上手啊。质量啊，拧上去，拉，拉起来。将就，多考虑用那个侧身正手上啊。好，先换一下，不要老用反手去顶，松一拍子，紧一拍子。
说你能不能多读正手啊，基础上侧身上，让他有力量嘛。正手多上一点，对吧？加油。有点那个最后这一拍子太电线，注意打电线啊，不要朝他一个方向打。电线啊，注意玩正手，正手腰子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不要节奏那么快。太急了，太急了，稍微等一下。太急了，太快了，稍微拉一下，不要打那么多。太急了，慢一点。慢一点，节奏慢一点。Daniel， 你能溜杠一些吗？慢一点，有点质量。对了嘛，要点质量，注意电线嘛，换着打呀。对，你抽到一个方向。对，多用正手啊，你多用正手上，对，反手质量，反手的力量不够。多上正手啊，你知道。你正手力量大，要胜正手。等一下再拉，太快了，太急了。好的，就这样。
看准了，球啊，吃球吃着。注意还原啊，注意还原。漂亮，就上正手来，对。再拉起来啊，你这扣的这个没有拉球直接下来，先拉上来，漂亮，对，果断一点，太急了，等那个球，等那个球近一点，近一点再开。好点，近一点再拍，这样能上力，对吧？好，暂停一下。Daniel， 你跟他打球呢，你不要总是发力，让你吃不消的。OK， 你发力呢要注意节奏，重两个，轻两个，让你变现一下。对，哎，要用正手击球，好不好？要不然你的体力不行啊，你总是不停的拍，不停的拍，你连球打的时候你没有体力啊，对不对？你过来，你讲。太大打很好，因为你掌握了节奏，有你的节奏，两边调好，听到没有？用正手，要上正手，容易得分的，明白吗？反手总是打，没有特别质量不行，对吗？好点，注意啊，对，都动脑，正手上，都用动正手打。好点，这就对了嘛，正手攻击嘛，就用他的力量，不要打那么多回合。没问题啊，打得很好，加油。冷静啊，咬住啊。太急了，太急了，扣的。太急了，那球那么慌干什么？